19歲，美國加州嘅一間 high school 畢業，將會去 Boston 嘅 Tufts University 修讀國際關係同 pre law。興趣包括低音大提琴、鋼琴以及跳舞。多謝。一位都幾年輕嘅參賽者，比起頭先嗰幾位年輕咗啲嘅。好，跟住請出嚟有。